维权成功，酷狗已下架署名为蔡徐坤的 Musk。 张艺兴维权成功，酷狗已下架署名为蔡徐坤的 Musk。 前段时间，张艺兴和李荣浩双双向偶像练习生维护版权问题，原因是节目组在使用张艺兴原创音乐 Musk 的时候，编曲人由张艺兴被篡改为其他人，而同为制作人李荣浩遭遇了同样的问题。网友们在酷狗音乐上可以看到 Musk 是写着蔡徐坤的歌曲，直让粉丝不能忍，深夜向酷狗音乐针对侵权现象进行处理。在今天，张艺兴的这首歌曲维权成功，酷狗也已经下架该歌曲。小编刚刚去搜了下，确实找不到蔡徐坤版本，歌曲就相当于歌手的孩子，有人明着来抢，当然要不惜代价的讨回公道。